在我们在这个JandaBaik要上去拍一块地，一个朋友来三辆车，现在等另外一个朋友来。这个就是我的朋友的家啦。哎，家属呢？今天晚上在这边过夜，真不错。这边还有一个小间的屋子，房间可以给客人睡觉。欧耶，欧耶，新年快乐！